现在是晚上的10:35，刚刚从那个吃羊肉串的小餐馆，在楼下小餐馆吃完以后，又买了12块钱的玉米瓜子，然后现在走楼梯上来了。那这边很热闹，已经10:35了，还那么热闹。对，我觉得这里新疆很好玩嘞，夜生活现在才刚刚要开始，可是我觉得有点冷。我们刚刚回去了，降低很多，等一下要回饭店了。玩，好玩吗？好玩吗？好玩，好玩啊！刚在餐馆跟老板、老板娘还有打工仔聊天，打工仔对，非常的好玩。新疆人看起来很凶，可是我觉得他们真的很热情，对，人很好，蛮好的。我在猜那个应该是妈妈。没有啊，他说他打工的啊。哎呀，他不可能。怎么会说打工的跟老板？好棒啊！我们刚刚都从这边上来的，那个羊肉串的餐厅在这边，超市在那边。啊，我们要回去了，拜拜。